缺心眼，眼里没谱，神经缺陷，大脑缺氧，你彻底废了。你什么的，这么别的，对，我真的废了，我真的废了，我在成人的心里彻底崩塌了。我求你了，你不要以为我讨厌成人哦，成人那是你特别优秀的。他每天都认真工作，每天都加班，他从来都没有人。你别以为我是他的妻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脑子笨，是我缺心眼，他才让我想，但是我才是享受，我才是你的真心。心情好吗？那个，你先坐着啊，平复一下，好不好？收啊，收住情绪，控制点，好不好？没什么事儿。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，我走了。就不知道我有事啊，听说你今天找销售部拿报表了。好好看，马上见。马上见。我说你能不能管住你这张嘴呀、啊？一直以来，我们两位作为当事人，从来没有公开的表达。
之间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过多的情感表达。我呢，一直以为把欧瑞当作自己的妹妹，我相信欧瑞也一直以来把我当作他的一位好大哥。对于这种没有爱情的联姻，我们双方家庭是否可以适当的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毕竟现在已经是新时代、新社会，即便我和欧瑞没有结婚，我相信我们两家人仍然能够友好、默契的去合作，去成为一家人。不知道爸妈能否爱欧瑞？你们同不同意我的想法？李东啊，你讲的呢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下次还可以再来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感谢。这帮人啊，都有前科，专门替别人讨债的，我们已经盯了他们很久了。这次多亏了你们大力协助啊！啊，江一龙，当年的全国自由搏击冠军，再次感谢你。过去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来，坐吧。你看，这个证件的真实性啊，我们已经证实过了，也联系到了林美雅的父亲。那过一会儿呢，你们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这帮人找的这个女孩叫杜若楠，跟林美雅长得很像。现在只能遥远的长长